今天上干班了，起身抓抓骨，准备弄一半手自创的火山飘雪排骨来吃一半手。先给它焯一半手水哦，葱姜料酒来一半手。这水焯的差不多了，弄个捞一半手，焯一半手糖色，白糖加点点。水烧开了，就把这个排骨下一半手。这排骨煮得巴适，再给它焯一半手，差不多起锅捞一半手。把这个排骨我们给它码成堆堆，就像火山一样。用刚才的原汤把渣打了，再给它炒一半手料，洋葱来一半手，青辣椒来一半手，小米椒来一半手，再给它勾一半手芡粉，把料汁再给它淋一半手。哦哟，这火山强不强？火山！现在再给它飘点雪，我们的火山飘雪就做成功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火山飘雪。火山飘雪已经做成功，在这一分钟，我只要吃它一半手，看看。味道相当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：炎炎夏日，小伙伴们可以在屋头把这道菜做起，喊你喜欢的人一起来看雪，八十一本。